好，来，我这边有 3y 加 6x 等于10加12等于0，我要把这一条直线画出来的话呢，我需要做的事情，记得我一定要把它换成 y 等于 mx 加 c， 所以我的 y 留着，我把这一个跟这一个搬过来，所以我有 3y 等于减 6x 减 12， 然后全部都是3的倍数，所以我同时除 3，然后我的 y 等于减 2x 减 4，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这个点其实是减4来的，然后就是说我的 x 等于0的时候， y 等于减2乘0减 4， 然后拿到的是减 4， 所以我的0减4是我的第一个点，然后我的 x 等于 e 的时候呢，我的 y 等于减2乘 e 减 4， 然后拿到的是减 6， 所以我的 e 减 6 是我第二个点，向前走 e， 然后向下走减 6， 所以这个是 e 减 6， 然后这两个点连接起来，那就是我的这一条直线了。